好久没看下去了，下去，突然变大口子，感觉好害羞。我以为是男朋友的照片，结果竟然是，其实也是男朋友了。你不能这样。说吧，看好看。我转行好了，大家看一下。我们就来突袭实况主们的包包吧。第一个我们要找的人就是月心。耶，你好，我是月心。他是这一次应该算是主揪吧？算是，希望可以帮大家拍美美的照片。但我记得前年的记录是10张，大概可以用1张。没事，我这一次有帮忙找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摄影师。我们等一下太棒了，我们等一下会开箱他的包包。对，我现在先开箱你的包包。真假？没错，很赤裸的那一种吗？你可以一个一个拿出来。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有趣。哎，这个人是这样，你的皮夹用的太旧了吧？我们客家人哦，还没坏掉就可以继续用哦。完蛋，我的是无聊到不行呢。我看一下有没有男人的照片或什么的，有吗？有福了，有够无聊。对，好，我们换下一个人。有了有了，男人，这是谁？哦，Tom 60229，一个如实的实况主。就是他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我很抱歉，可以把我部分剪掉。沙老师的什么？那是悠悠卡口红，这感觉不错啊。这个是人家送我的，就是口红，但是我补妆用的，但我就也很少补妆，感觉就是放在这边，然后忘记使用，全部都被磨光光。对，没错，你说的完全没错，就这样，有够无聊。对，好，我们换下一个人。那我们现在来翻第二个人的包包，是嘉玲，他是我最爱的御用摄影师，我的第一名，这样子，我的所有会员照片都是给他拍的。耶。我们现在来看他的包包是什么。
我的日常包包，平常其实也会带相机出来，所以就这是我的相机包，超级少女。你看它的这个换相机背带是我的兴趣耶，好可爱哦。这时候就觉得她是真少女，刚刚那个就是假少女，她躺着中枪。我很抱歉。那很无聊的钱包，有个男人是不是？BTS 的，我以为是男朋友的照片，结果竟然是，其实也是男朋友了。你不能这样，老公的部分，进攻怎么办？暂时消失。你们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？要马赛克掉这段话。电脑，钥匙圈 ，BTS 而已。哇，他真的是真粉丝，还是委屈迷一下？你觉得我迷得上吗？可以。会入坑，因为 Erica 还入坑吗？真的是因为我吗？他有一天就跟我说，他最近都在迷 BTS。他会来吗？他明天会来，你可以跟他聊。我跟他大聊特聊 ，OK。然后还有粉饼，就是你推荐说这个，对，它好用。这是在姜茶，因为我肚子容易痛，就是经期来的时候会喝，很实用。其实它的东西超级三 C 的，是不是没了？没了。我带了两个包包，但就走这样。我就喜欢分类的人，就是相机类、电脑包。好，不太懂这个分类的做法，但是没关系，就这样，先这样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请到的第三位呢，是我们的 Zoe。大家好，新年快乐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你的包包。然后我包包超乱的，你就只能拿过来啊，还好吧？我的包包是不是也很无聊啊？没说我塞一个保险套的。你女儿书包没放书，放保险套。怎么大家都这样？你们太喜欢做效果，我们就真实口红、口红、卫生纸。我有一个很荒唐的东西，龙角散。龙角散是干嘛的？喉咙痛还是？哦，所以你会有。对啊，或者我很容易就是烧香，可能是讲太久了，对对对对。还有一大堆发票，还有很多口罩，这个口罩对啊，很多口罩，是一天戴两个口罩，还是之前忘记戴口罩，然后所以我很容易就是一直狂拿口罩，狂拿新的口罩。你这个口罩会戴几天？好，不能问这问题 ，OK 。这个包包它后面就直接给我一个大的，它可以放皮夹。之前背小包包的时候，我也是只带零钱跟一张信用卡放进去，后来发现不用带信用卡，用手机就可以 Apple Pay。还要带印章哎，哇塞，随时要签约的那一种。哎，还有我的小黄卡哎，小黄卡随身携带吗？就是我还没打第二季，我想要走到路上哪里可以打第二季，我就冲进去打。OK。哎，他说开箱另外一个，什么意思？这可以开吗？就一大堆衣服啊，就是内衣。原来Zoe平常都穿这种内衣 ，OK？ 就是各式各样的旗袍啦，我不知道他们要拍几件，所以我都带了。还有你身上的蕾丝，身上的蕾丝内衣，这个。只是想要借此再到下面的，那目的达到了。没错，好，你可以走了。哇 ，Bibi 这个包包不得了，很优质。这是我交换礼物 A 来的。哇塞 ，A 到这个好精英包包哎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包包有什么。我有一个拿出来了，真正的随身包是化妆包，没有。哇，你的化妆包很大一个耶！这是它的刷具，然后这个海绵也是随便直接乱。这什么鬼？鬼眼影、啊？这是我的眼影啊！它是画卧蚕用吗？现在眼睛的就是这个，看起来像玩具。这是隐形眼镜盒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我里面放发夹。你是很认真的在准备你的造型？当然，这是保湿。你真的是所有东西都放在里面，这也是，这也是保湿。他就整包拎着走就可以出门过夜了。就是、那所以你包包里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吗？其实没啥哎，我包包抽空的。垃圾袋、旗袍、干洗法。所以你就是靠这一罐不洗头的吗？没错。所以你可以最多久不洗头？三四天。哇，我是天天洗头人。那你昨天有洗吧？没有。哈？那你今天有洗吗？没有。所以你几天没洗了？前天。就是我有用干洗法，但是你看起来就是很干净哎，不会贴头皮哎，懂了吧？好，这是我的钱包。哇，你的钱包很不少女哎，这个很少女吧？不行，我拿我的钱包给大家看。我的钱包才少女吧？这种粉红色的，这是我的佛牌。佛牌是什么？就挂在身上挡鬼用的。真的吗？这个是千手观音。嗯，这个是如来佛祖。所以你会平常戴在身上？我会，但今天因为拍照关系，所以我就把它放在包包。它就是可以保护我的，让我不要被鬼烦。
眼药水。好，眼药水不重要，佛牌倒是很酷。欸，因为我自己是没有这种东西，嗯，就是我不知道那个东西叫佛牌，我只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前面戴了个玉，后来想说是不是因为就是当项链戴，然后可以放在胸口有勾这样，比较集中注意力。要看我项链吗？看我项链吗？看我项链吗？好，那以上就是莉莉的包包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留言、按赞、订阅我的频道、追踪我 IG、按赞我粉丝专页。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拜。